今天來到這個波樓，大家可以看一看就知道我們來做什麼。那其實今天我們是來跟 Ernest 一起拍這個，不是，我們今天不是拍，我們今天錄音，是這個頭號hater。 是啊，跟頭號hater錄過音。我自己就是覺得你經常在那裡扮唱歌，是不是真的唱得先？所以就開一個 recording session試下我嘛，係梗係啦。咁陣間你俾個分咯，係啊，俾個分我。我主力係將呢啲黑材料之後就挑衰佢，然後曬出嚟。係喎，係喎。所以我哋今日嚟到呢個studio 嗰度，我想講，即係我第一次嚟嗰陣時，我都係呆咗，即係我覺得。哦，你之前嚟過一次，但係我覺得係好唔 make sense 嘅。咁啊，我想講呢度就係 T 媽嘅 studio。哦 ，T 媽，T 媽，我哋介紹一下。咖啡師係我哋嘅咖啡師，係啊！我想講大家如果除咗可以同 Tima 嚟錄音之外咧，不如嚟試下佢嘅咖啡。我想講佢係真係被呢個音樂耽誤嘅咖啡師。大家其實係喺點解會喺度咧？係因為排緊隊飲咖啡。冇錯，我上嚟買咖啡嘅啫。我都係整咖啡。Yo JB， what's up？ 你好，好。JB 就是我們今天的 producer。 你好你好 Ernest。 其實都有聽過大家即分段啊，或者本身的聲音是怎樣，之前也都send了個分段出來，所以我覺得我們今次可以試一下，即例如究竟首先個 key 啱不啱，即還是我要聲要講我們都可以 adjust 的。 OK， 哇多謝你，哇好開心，正是不是？咦，這些不是什麼演技，精神債不是演技。飄不飄到我的真誠？差點入港隊的喎，肯定。喂，我想說贏那個揀分段。哦，好啊好啊，好。我放你開波先，我開波先，是吧？是啊，以前南華會蒲那時候，不知道你是不是還在喝奶呢？好，哎，有啦 ，casual 啊，系时候使出我拿手绝活，先知系咩啊？跳波，喂 ，OK， 真系跳噶，系 free ball 啊嘛，不过跳埋入去啫，准备扫你噶咯，你准备，你去嗰度坐下你，好啊，我就坐低睇下你点发挥咯。哇 ！Casual casual， 哇，都系嗰句。哎，我瞓阵先。Casual， 我今日冇，我今日冇着青苔咯。哇，有决心喎！决心。我哋唔系喺度录音嘅咩？点解最后嚟到呢度喺度督波嘅？难噶难噶。是啊，即是話曬都是客，點都要放啲機會俾佢嘅，即係好啊好啊，嚟到又嚇冇得玩咁樣，唔係太好嘅。有冇睇過咧？之前有一個電視台咧，有一個就係打鋪嘅節目，即係啲波飛嚟飛去嘅。桌球天王係啊，倚天 Q。哇！我睇嗰啲 memes 我真係搞唔掂。哦，啊，倚天 Q 係嘛？倚天 Q。啊！哇！哎呀！哎嚇！計算呢啲嘢，其實好準喎。有陣時好難同大家解釋嘅。有陣時真係要睇先會知道我想做啲咩。有陣時我連自己都呃埋，我都唔知道自己做咗啲咩。喂，多謝。呢個我唔知道有冇嘢講。多謝。哇！哇 ！Good shot，good shot。哇！哇！我哋終於去到拉屎嘅黑波嗱，咁樣睇落去，通常我就射入黑波就射入埋白波嘅。冇啦冇啦，睇你。
feel 到 ，feel 到認真。Good game。曲卡，咁我哋就入去 studio 嗰度準備啦，研究下咯，研究下這個 cover 係測試我，冇錯，究竟可唔可以成為一個真正嘅真正嘅歌手？唔係你已經係真正嘅歌手，係唔係？有啲人未必咁樣以為，因為佢哋當我哋係偶像，係。但係 sorry， 其實我想話俾大家知，我哋唔止係偶像，我哋係歌手。我是被你那一下錯，是我是被你錯了那一下，我答你不到的，是的，是嗎？是的，給你一個挑戰，多謝多謝，因為我在想始終是你的嘛，首歌，好像那些人，即是你唱回才是，但是你是我來的，都是，都是，所以我為了 respect， 我就先行了這樣，先看你的意見，可以，我沒問題，即是你喜歡轉到那邊，OK的，可以。同埋咧，我喺度，我真係揾咗個唱歌老師幫手，即係練習下啊嘛。咁佢喺度咧，同我喺度傾嗰個演繹嘅時候，佢就睇緊啲歌詞。其實即係我就話咧，首歌係我溝緊條女，然後佢係有男朋友嘅。其實佢係中意咗一個 bad boy， 但你就太 good boy。啊哦哦，係啦，所以你就係。Nice guys finish last， 所以我哋就要做壞男孩。即係其實係講緊你係嗰個 nice guy。係啦，即係我哋平時咧，你太 nice， 太 nice， 即係我哋唔夠膽去做一啲大膽嘅嘢。咁通常就係你我唔知道你中學有冇咧，即係啲飛仔咧係成日最靚全級最班即係全班啊或者全級，永遠都係中意佢哋啊嘛，都係中意。咁原來我哋心諗我哋係咪應該要做 bad boy 咧？咁就係咁。我覺得好襯我哋咯呢首歌，即係我哋就係 very nice 啊，即係太 nice。係啊，我哋要變壞啊！我哋請cut去周星馳嗰個，就下咗一個一生都後悔嘅決定。我要做個飛仔，就為咗得到 Candy 嘅歡心。我哋係要變壞嘅，我哋係要變壞。即係呢首歌其實就係我哋 want 變壞。係啊 ，want to become bad boy。want to become bad boy。OK。我覺得你揀嗰個都幾好。依個係佢哋 work on 嘅，係啊。我 suggest 嘅。係啊係啊。OK 啊 OK 啊。好。真正嘅歌手。啊，冇錯。我記得有一。不應該恨我，不應該尊重我，情長無君子。純如白痴，一聲不響等接你聲子。嗱，如果我哋將依個 switch 依個又斬半咧，好啊好啊。心開得很清楚，心酸的只有我，才是第三者。難為我，跟住唔錯。我記太過。呢個係你啊嘛？呢度。OK。Good。Good。就为再难学会吹嘘，我不错，本应该很爱我，不应该选中我。系 A 一，我系成个 A 一，可以。人情没本事，纯情才可耻。坏男孩，唔系，我系个 good boy，Ernest 系个 bad boy。你见佢画晒 ？Not really，not really。Dude， that's straight up bad boy。No， we don't give a shit。啲小可能 bang 喎呢啲。唔會嘅，我哋好乖咁啊，一加一等於二。啊，一加等於二，好乖。OK。不應該很愛我，不應該選中我。So sexy。佢先入咯，其實。我推進我呢度。佢先係個 bad guy。係喺人哋耳邊，係咯，又嘴個 pop， 跟住又喺人哋耳邊咁。我應該很愛你。好曳啊！呢個 pop filter 好多我口水，我想講已經。唔緊要噶。我就同我冇問題啊。我渴望咗好耐。我 want Ernest 啊嘛。我而家係抄你個唱法咯。係啊。哇 ！OK 啊 ，sexy 啲。我都要可能向 JFT 學習下呢方面，即係佢哋都係 YouTube 界最壞嘅分子都係。
佢哋嗰啲炒車現場啲色水，冇錯冇錯，啲色水嘢。Vocal 你就要抄啊米師傅。啊，係，yes exactly。系咪少啲 vocal 你知道？知啊，即系大家都、啊、即系学唔系好学到嘅，即系叹为观止啊！天生嘅有啲嘢系，因为我冇声，所以我唔可以做好多 take。冇声即系我之前病咗、哦，然后就冇咗声三个礼拜，即系完全系变咗靓坤。咁然后所以我最近同佢唱歌都系硬爆现场。哦，硬爆现，take care。系，我会系等阵哇。Earn 九嘅 sexy vocal 會係點嘅咧？我自己都唔知道，自己都冇聽過，自己都好期待。即將就進入我哋嘅戲玉，就係、是、Ernest 嘅 part 啦。Yes. 因為平時嗰唱法咧都會正常啲，但係今次我哋想行嗰個 style 咧，係想好親密。係啦。咁所以依個聲我真係自己都非常之期待。所以我自己都。可能會俾自己 surprise。係啊，我非常之期待，所以我嗱，我唔好講太多啦，我哋就好啊，我就準備過去聽啦。為何認真輸得起先可以更放肆？誰情陷天使？情長無君子，純如白痴，一聲不響等接你聲子。佢係每一字。因为其实就是要遮掩我入面那种自卑，还有镜头前面的我是一定要带给观众正能量，因为我想大家精神，我想大家都有自信，所以我一定要撑起来。但係實際嘅我，其實我自己講，可能大家未必信，即係比較內斂啊。要成為偶像係嗰、那個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你本身唔係一種咁嘅人，但係你要去做偶像，嗰、那個壓力同埋嗰個精神力要好夠，先可以做到呢樣嘢。但係冇我一定會繼續努力去成為大家嘅一個信仰咯。我希望可以成為。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英廷大哥啦，佢驅使我成為一個偶像。英廷大哥，你其實覺唔覺得你是一個偶像咧？啊，我絕對唔係偶像嚟喎。點偶就你係有實力，我知道，但係都可以是偶像。誒、即係我就係想咁樣咯。你已經係嘅咯。我已經是你唔係唔係，我覺得其實首先服佢係，我真係 feel 到佢真係中意音樂，中意唱歌咯。我想講上次我上《試浪真》嘅時候，佢唱完我話：，你係真係有擺心機去用聲嘅，知道嘅 ，feel 到聽到。咁所以嗰下我係 impress， 所以我就即刻同佢話：，你想唔想一齊玩一齊唱咁樣？我都好 appreciate， 估唔到我短短幾句啊，英廷大哥已經感受到我對音樂嘅熱誠，除咗內涵。之外，你其實樣子都好出眾啦，即係普通啦。有冇人咁樣講先？實有啦。講下金城武嗰邊，真係真係撚到喎，真係真係撚到喎，真係撚到。所以就算區學冇天生嘅靚仔都好，即係冇好似英廷大哥咁靚仔都好，都要有佢咁 fit 啊。今次同好多唔同嘅社交媒體平台嘅人合作，發覺、大家其實都好。中意咁樣溝通，我覺得幾特別，因為以前人哋會同我講：，喂，唔好講呢啲嘢啦，好悶啊，講啲 juicy 啲嘅嘢啦。啊，今日你有冇同邊個一齊啊？邊個又同哥一齊啊？你憎唔憎佢啊？講啲無聊嘢，為 create noise 講嘅嘢。talk shit， 我覺得係冇營養，你只會令到所有 follow 依一個 business 嘅人都覺得你哋個 business 就係咁冇營養。去到今代同大家溝通嘅時候，大家 connect 到，我覺得係好 appreciate， 即係唔同嘅觀眾都 enjoy 一樣嘢，亦都 appreciate 你會即係覺得啊，依個係想同我去傾偈咯。我 real 啊嘛，我覺得嗰件事係最緊要，即係真心咯，即係唔係因為有啲人講經或者係講正經嘅嘢，佢哋係。好作狀，或者佢哋係為咗去營造自己一個好啲嘅形象先去做。但係我聽你講嘅嗰啲，可
好所謂正經啲嘅説話，其實都係好由心而發。我咪話你係我偶像，多謝你。就係我哋要做好，因為我有時可能會走咗去 JFT 嗰啲，即係俾佢哋帶壞咗。係啦，即係唉死啦 ，talk 太多 shit， 講緊你哋啊。係啊，即係所以唔應該，就係要好似 ending 大哥咁樣，我哋講多啲好嘢。即係唔好成日講咁多廢話，大佬。冇營養，冇營養。啲連登嘅成日已經插咗，唔知冇話題，冇營養，都唔知你喺度做乜。係咯，唉，唔得，我真係要群多啲你先得。好，嗰邊都係要遠離翻少少。好，我見到我哋 producer 喺度睄咗。得 ，OK OK。幾眼，我哋 pan 過去睇一睇佢。唔係，我都喺度聽㗎。搞定今日收工仲差啲和音同埋啲ad-lib， 系冇错，所以我哋期待应该仲有少少搞掂埋就后日 second part。我相信件事会非常之出色。我希望系好好玩咯，一定会咯，我觉得。我觉唔系已经觉得好好玩，再第二日拍埋应该仲好玩。系，我相信出到嚟嘅效果會非常之好，所以非常之期待。我都好期待。係啊，所以好勁啊！啊 ，JB 嘅 guiding， 係 JB 嘅 guiding 非常唔係辛苦你哋，係真。所以唔係，我覺得今次嘅處理同之前嗰個 original 版本又好唔同啦。咁所以即係我覺得 duo 就有少少咁樣嘅 duet 啊，你又 answer back 啊，然後咁樣唱，我覺得會成件事會好睇嘅。好大嘅挑戰咯，即係呢種唱法係試過。好好玩，系，所以非常之期待，好期待个完成品。今日多谢你，真系多谢你揾我玩就，多谢你 ，yes， 我期待我哋再拍埋咁啊，好啊，同观众讲声拜拜，叫佢期待我哋嘅呢个 Want 嘅 Duo 版 ，yes， 再见，再见。